食，也不能加太多就对了。对，加太多的话会适得其反。那吐奶。好，好啦，老板，既然我们手上有这个冷气保养的添加剂，那你就麻烦你帮我好好保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其实冷气的压缩机要保养很简单，只要把这个冷冻油精的话的接头接上汽车的低压接头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现在就交给你。好。老板，啊，那个添加剂加下去以后，这样冷气好了吗？哦，效果很好。现在的冷度的话，你看已经降到8度了。降到8度了，哇，那就很冷了啦。好，老板，谢谢啦。客气。果然非常的冷。老板，谢谢。哦，不客气。真的很冷啊，我们要赶去汽车旅馆。哦，OK，你慢走。改天再聊。拜拜。拜拜。